能在边线浓经济也浓起来了，这就是哦，这边这边强装掉喽，对。吴云说开起来，全部技能还是往脸上灌。小莱这边强行上了第二次的活动之剑，耍住免伤之后跑走了，差一点死，队友全部来赶到，直接。剑抗压力比较大，是。那这边的哇，强行往脸上灌，哇，血量杀得非常高，其实这一波直接拿一双杀，我觉得是有点。OK， 但是反而是妹子在做主动。现在来开始这条魔龙了，七个大绝刷了出来，也成功拿到这条魔龙。现在是就也被卡在里头，甚至降临降了下来。想要网拳想留人，先行把瑟佩斯给击杀掉。选择要直接 end game， 他选择要 end game， 因为有小丑这个角色，他点塔速度非常快。你已经翻盘往里面跳，天使法阵、雷波阵两个阵都开下去。可是罗恩守塔能力非常好，对，维斯哥在旁边找机会，哇，血量掉了很多 ，MS 瞬间全部倒光，只剩下一个沃玛还站住，小丑直接赶快跑。雨翔这边也顶不太住，附加起来可能要死了。麦基这边残局还有得打，但是有毅力在，被灭了四个人，是一个三换二换四，是 easy 凯瑞的这一波是。这时候就是被四人包夹了，四甲一类皆是空岛，上帝也过来护驾，跳进来，联盟阵也进场，结果机会吗？可是 DPS 不到啊，可是 DPS 不在，雨翔这边直接被秒掉了。是，有人说你已经没得打，那反倒是这边提米的发挥，挺亮眼的，是，就是一直自杀式的攻击，然后一直复活。我这边强行破阵，撑到队友过来 ，NK 的美娜直接进去拉了一个，平安一直抓到是莫拉，可是伤害有关系，哇，这波超人技能非常漂亮，来的非常漂亮，莫拉也是刷好刷满，莫拉的伤害也是刷到极限呐。这时候 Wings 进来拉了一个美娜过来，这一手中上去再一个普攻带走，残局处理，最后的交换完是二换三。险啊！你要看你会不会有人来抓路遥，果然有人来抓路遥了。雨翔这边回位置，但是有一个在这边，但到这一只眼，还好二技能隐身跑走，撤退了，留下伟伟来救驾。可是只有一个人在里面，伟伟一个秀三个，秀三个，这个时候撑到了这个女神绿影超人进来护驾，再一个过墙，三边花瓣过去，直接。没错，直接来做一个两人吃凯撒，绰绰有余啊！在这种装备，而且吃超快，这个速度。那么 HQ 意识到，他直接过来吗？他直接过来吗？可是已经，哇，他进去了，有机会被抢走了。这个凯撒，哇，瞬间被拿到，有一波反打的机会，把金姐收掉，对方 DPS 是没有的，但是。死亡时速，死亡秒数这么高的情况下，你不赶快抓一个多打扫，就很容易被救。哇，直接非常的强，黑暗意志，可是这一波伤害反而被刷一波。哇，这个尝试非常的非常的大胆，哎，前卫，令人惧怕，令人觉得代价之大，对，代价之大，付出非常的多，整波团队都送在这一波了。的输出，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用灵帝去，慢慢的输出对方想要守塔的人员，那这边没意外是应该是这一阶段直接爆掉这个珠宝。是，刚刚上路还是算是被压制嘛，就是我可能可以压住战尼尔。是，哇，免疫开了，但四个人在等你起来，最后一下是让 DS 拿到了。像 Kiss 的雷蒙针出来，赶紧是把兵线给整理好。但位置要看一下 ，NT 血量被打得很低，赶紧是缴出了大绝。但复活起来，看一下能不能抵抗住这个伤害量，成功逃脱。但死鬼就落到了 Kiss 身上 ，DS 没办法存活，最后一次的 Kiss 也是倒下。哇！觉得阿亮输出的空间真的太舒服，太舒服了。SMG 成功拿下了今天的胜利，恭喜 SMG。